今天竟然他就是以特别来宾的身份出现，圈粉了吧？哎，真的，我中年女性看到他，我都觉得性能量爆表哎！性能量，今天带来不一样，台语歌手，台语歌手，你的闽南语唱的那很到位，比原唱唱的还好，有吗？紫月光打起来就有点中二的感觉，跟我们本身的个性很像。休息，我休息。看到他的表演呐、啊，我会想到我的晚餐，好不好？这把大家一起 share， 给你梳起来 share 一下。